那其实张天赐老师有到这个非常非常冷的极地去拍照哦，那么也有到这个感觉非常热情非常炎热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啊，中南美洲都是很多人向往之处，因为那里的自然景观真的保存得很好。老师有特别到马丘比丘这个世界遗产之地去做拍摄。嗯，对。老师在这个地方爬上去有觉得很困难吗？基本上不会啊，因为这个地方名气太大了。嗯，这个地方已经成为秘鲁一个国家的一个国宝。嗯，太多人去了，所以因为它尤其它是在高地，那你到秘鲁的一个机场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机场发现它卖那个高山症的药。嗯，因为就是怕很多游客有这个需要。嗯，那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去那里，我们中间是从那个库斯科那边有坐小火车，然后再换巴士上去，其实交通蛮方便的啦。嗯，只是说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要进入这个景区的时候，你要爬一些梯阶。也是一样背10公斤的摄影机。啊，没有，这个更特别了，因为我们在门口就被挡下来。为什么？因为他说你们是专业的摄影团。嗯，因为我们又扛着脚架，又带着这个大相机、小相机哈。他说他们不行，因为这样是商业行为。哦，那因为要先申请吗？不是，他意思就是你要买他的书。好，你自己不能拍太多。那后来我们看他交涉的结果，就是说啊，那就可以一个人带一台相机，那三脚架没有关系。但是中间呢，有人是那种藏了 zoom 的镜头，他就占便宜了，他就有28到200都可以拍。对，那所以他限制你拍摄的那个很多角度，他要想限制你。所以老师现在告诉我们 Pebble 了 ，Pebble 就是你要带长镜头。其实那个旅游镜是蛮好用的。对，不然的话到时候被挡下来，其实人都已经到了不能拍。我觉得你们这些摄影爱好者一定都会很万谈吧？对，每一个人都会一样。对啊，一定都会觉得说我人来了，我就是专门要来拍照的。对，嗯。其实这个地方它的整个建筑特色哦也非常的特别，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这个印加传统的风格。据说啊，它的墙面这个石头跟石头的接缝真的是接得非常非常的好，一把匕首都插不进去。呀，是这样子。老师有拿匕首去试吗？你根本看不出货。你真的是不用笔，你就这样子看，它真的做得很平滑，非常好。对，也不是说平滑，它是接得很好，而且你很自然，它不是真的很平嘛，但是它就是让会互相有一个很好的接触面这样子。嗯，所以真的是这个会被选为世界遗产不是没有原因的。我到现在也都不只是我啦，所有的人都想不通说，但那时候为什么这么多年前会有人把这些石头这样子搬到这么高的地方，整个海拔是大概2350公尺到2430公尺，在这个山脊之上，然后用这么好的建筑技术把它做出来。老师这样子上去看到，亲眼看到，一定那个感叹是更大的。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不可思议。对啊，怎么有人会挑在这个山的零线上这么尖锐的地方来盖这些建筑？嗯，那这个石头每一个又那么重，它要落得那么好，嗯，那已经400年了，看大部分都是非常好。嗯，那我们来看它那个坡度这么陡，以我们现在台湾来看，哦，那个好恐怖哦，那个一下雨就整个都下来了。那可见那个地方可能气候条件也有关系。那这个因为晴朗的时间比较多。对，但是主要是他们的工程技术很好。嗯，那以台湾现在的我们这种一般现在的技术来看，都会觉得有问题。老师那时候去的时候是大概几月份的时候啊？那个很简单，我们去的时候是去接触它的太阳季，它的太阳季就是我们的夏至的时候，因为夏至太阳在我们这边是离他们最远，对，他们太阳季就想把太阳叫回来，嗯，就是这个太阳季。哦，所以太阳他们的太阳季，我们太阳我们想象中的太阳季是以为说太阳来了，然后我们要祭拜，他们的太阳季是太阳远离了，走到最远的地方要把它叫回来。OK， 所以其实老师也有拍到一些像他们太阳季的时候这种祭典的画面哦。他们这些祭典，老师当地跟当地语言应该不通吧？不通，因为他们讲西班牙文。那有了解说他们祭典到底是在做些什么？然后因为我们有很多资料可以看，那导游也有说哈，基本上这个就是跟祈求太阳他要回来，而且他们会跟他忏悔说我们过去有做哪些事情，嗯，然后他们会献祭那个驼羊，嗯，羊驼就是白的跟黑的，嗯，然后他们用他的内脏来观测预测他们国事会怎么样。嗯，老师，你们就是游客的话可以去租借他们这种当地的民俗服饰来穿然后来拍照吗？他们倒是没有，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有限制。不，这个像他这一个也是他们秘鲁一个很成功的一个观光活动。嗯，因为他
等于是世界级的，各地的人都来。嗯，那他们的规划蛮好的，像我们都被限制在位置上，我们不能随便起来走动。对对对。嗯，那他们表演的蛮有他们的特色的。可是因为之前其实也有人去 argue 去争论说，因为在马丘比丘这边呢，已经有很多就是过度观光、过度开发了，所以很多所谓的这个自然环境保育人士也有跳出来讲话说，哎，不可以这样子一直开发下去。所以事实上他们现在有稍微在做一些限制就对了。那其实我相信，我在这个中南美洲啊，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像太阳祭的祭典之外，他们的整个民族风格是非常鲜明的，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图片，然后甚至老师后来也有往这个巴西移动，对不对？不是巴西，是到他们的高山，就是到那个蒂蒂卡卡湖那边去。到伊瓜苏瀑布那边也算是南美洲吗？对，但是这个是不同的景观，那个是等于是丛林热带啊，这个地方是高原。高原不太一样，可是他们的人就是人文方面的服饰有接近吗？接近。都是西班牙、葡萄牙那种统治过的。其实应该是说他们印第安的文化，嗯，那受到一点西班牙的一个影响。那像我们在这个太阳镜里面看哈，绝大多数的这个身材都很好，嗯，但是就有一对那个矮矮的、远远的这样子跳出来，穿他们的传统服装，嗯，那个才是当地的人。怎么说？因为他们，比方说这个是，不管是。